的这个 KTV 又要开始了，气氛组。看看发型两朵黑，是走能穿过美，气质出的又发醉。上上一阵儿啊，风吹起呀、啊，天天就爱中开心呐、啊。结局是悲，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。Christina 跟腾哥一首凉凉送给大家。王米听完风心凉。这段视频不能放原音。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，这一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。是家乡，还有几分前生的恨。哎呦，我觉得没跑调啊，啥玩意儿？紧张，我天哪！你紧张啥？我都不紧张。还是音效可以啊。还没唱呢。好，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。出卖爱人秀，翩翩芳菲如水流。真爱不爱都有罪，要走也要擦干眼泪。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。只问爱你有几分，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、啊、别问最爱我的人伤了有多深。再掉上。我看到这个线有点慌呀。Every day, and I'm still so amazed by you. 前面这块好像在下雨，像瀑布一样。它是华丽的。如果等会这个雨过来的话，我们也得躲一下。哇，这好壮观啊！嘉峪关，它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天下第一雄关。这坡这么大。代表这个好走点。啊，这个轮椅是一下车的。好害怕，刚才的那些云呀雨呀，现在已经到我们头顶了。刚才打雷在那闪电下。快点，贝哥，快快快，冲呀！开始下雨了。哦，天要下雨，天要下雨，天该要下雨。他俩跑这么快干啥？车钥匙搁我这儿。这是我赖着你，这很好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赖云龙不缺氧啊！哇，好大，好大！哇，哦，哦，哇，这雨也太大了吧！跑不动了。这段录了吗？谁刚才说咱们今天不会被淋？老天给我当头打脸，当头打脸。Hello， 哎呀，相机怎么这么脏？给我擦一下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我们到了七彩丹霞，但是那边现在又开始下雨了。我们真的是开了一路。特别好，然后一到景区就开始下雨。走。哇塞！呼呼呼！我这个带桌子吗？我这个带桌子。我想租一个这个车，然后带一个司机咱玩。有点爽。太大了。好，欢迎大家呢来到美丽的锦州夜。
来到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。我们往上走，观景台是最佳观赏点。真好看，这颜色。好漂亮啊，这块。你看天阴不影响它的那个颜色，对，我还以为这个是光得光照呢。是的，肤浅了。哇，那边是老虎。对。我们转过来看一下，老虎的头呢，就我们左边那块，跟那个灰白色。哎，还真有点像老虎。我让腾哥过来拿相机，他要跟我菜不隆咚吃，然后我输了，看不了他乐的。对，你乐啥？没赢你一次，最近你总赢。在家偷练的，你知道不？趁你不睡觉，苦命练猛练。感觉我们运气还挺好的，然后逛到了最后一个这个景的时候呢，太阳就已经完全出来了，而且你觉不觉得这个景就是特别需要阳光？嗯，有阳光的时候就好好看。哇，我坐不住，好美啊！我们这次买的这个票呢是深度游，深度游其实要比普通游贵不少，就300多块钱，普通游才70。但是深度游确实玩的这个景点呀，包括它的这个讲解什么，我觉得特别不错。对，而且就是离这个所有的这种地质地貌都特别近，所以你就感觉哇。好像一瞬间感受到了沧海桑田，这块原来就是海洋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我现在身后这块，我觉得就特别的像咱们现在海底的那个像珊瑚啊，或者是那种海底下面的山，对对对对对，海底哇，因为只有水流才能冲出来，就这么漂亮的这种形态哦，我每次一看到好看的东西，整个人文思才有。平时也有，平时磨的，认真给老婆拍照的赖导。这个颜色的就是对，那个绿色的就是沙葱，你们过来吃那个。吃的那个。哪个是沙葱？看到看到了。哦。那边上那个是啥？这沙葱好吃啊。边上那个是啥？沙葱右边这个就是植物，绿色的。那个叫骆驼草。骆驼草刺啊，对。那个能吃吗？是这里啊，这个是蟾蜍，然后这个是骆驼，对，叫什么金蟾戏图。啊、误伤误伤。友军，哎，你俩咋结束了自拍呢？你们？我俩嘛，来拍一个。讲了半天，为啥讲了半天真的是假拍？哎呦，是沙虫！哎呀，你是蜜蜂，对，就这样，没事。蜜蜂也想合照，蜜蜂也想跟你们一起合影，它都爬上你鞋子了。不是真的，臭鼻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后面是雪山。我现在已经把我这次能穿身上的所有衣服已经套身上了，特别冷。我来的时候跟腾哥说带一件羽绒服，他说、不用，结果果然很冷。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祁连山山脉底下的卓尔山，然后今天是我们行程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先过来早上来这边看一看，哇，超级美。好，美女，你们尝一块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，不用了，我戴牙套没法吃。哦、可以吃软的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好热情啊、哦！然后那边的山现在还是绿色的，然后后面的山呢是墨绿色，远处的山是白色，太棒了！已经冷到集体开始租军大衣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好看。大一点。
给我大点了，我要冷了，我还给钻进去。长的是不是这个？这个有大号的没？这个大盒子，多着这个大盒子，这个。我租这个了，小兄弟。拿多一点。那给拿一点。你们。好的。对，我得问问他，我怕他不愿意穿长的。哎，大家都穿上统一的队服了，就差你的了。Give me love, give me all your love, or cause I want you. No one else makes me feel this way. Don't know what you do. 你这样看着好孤独啊，累了，歇会儿。现在是一条河吗？对你的回忆还好啦啦啦啦啦啦，哎呦走走不禁夸呀，你这人他买啥的？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很美，真的太美了，以后真的是每年要来祖国的这种秀美的山川看一看。对，在城市待的久了，还是觉得这种真的很疗愈，是不是？对。好了。多少钱？15。你要吗？牛肉。赖导在买呢。你们要吗？奶茶，你看赖导。赖导受不了了，必须得奶茶。好喝吗？没味儿。没味儿。没味儿吗？是正常奶味儿啊。哎。可以。六个人大包小包已经全从车上取下来了，然后现在在还车，然后我们现在刚到西宁的曹家堡机场。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，好快呀，这几天有啥感想？这是一趟非常完美的旅行，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景，玩得非常开心，牛逼。你有啥感想？锻炼身体，保卫祖国，争取不去疗养院，争取不去疗养院。青海真的很美，希望大家都来青海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完美结束，期待下一次旅行。代表就剩你了，给这趟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你牛逼就完了嘛，说啥呢？